蒜蓉粉丝虾，我觉得这三个搭在一起简直是绝配。热油爆小蒜末、小米辣，加盐、糖、生抽、蚝油，搅拌搅拌。虾去头和虾线剥去外壳，像这样留两节不剥。做好造型，跟泡好的粉丝一起摆入盘中。抹上调好的蒜蓉，水开蒸10分钟。出锅淋蒸于豉油和热油，好看又好吃。